这部剧要是播出，杨幂、赵丽颖都得哭晕，颜值太高，收视稳了。今天要说的这部剧叫做《默客行》，由徐璐、徐海乔、张睿、高阳主演，目测是徐璐造型最好看的一部古装剧。《默客行》讲述的是独一白萌萌 Man 帮助化身五道子与捉妖师秋雨、师弟陆离一起去除妖途中发生的故事。徐海乔饰演陆离，这造型简直不要太帅。冰山美人秋雨饰演者是高阳，造型英姿飒爽。他在李少红版《红楼梦》里饰演过妙玉，很美的姑娘。很多人说徐璐古装不好看，这次是真的美。他饰演女一号白萌萌，是一个古灵精怪的妙手独一。这部剧颜值超高，题材也很吸引人，可惜2016年拍完一直没播。如果播出的话，赵丽颖杨幂的古装剧收视就要扑街了。你们期待这部默客行吗？